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五月天。叮当，真爱好难得。每家巡回，情歌牵红线。十一月二十号起展开为期两周的演唱会，一路从 LA、圣罗塞、大西洋城、多伦多到温哥华。第一次呢，这个叮当到每家巡回，对，然后其实应该很多人都很期待，对，其实我自己都很想飞过去看。真的，是的，你一定要去，因为呢这些年来，其实他唱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电视主题曲，没错，对，大家一起来听他的现场，一起大合唱，没有错。